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哈利路亚。每一届咱来到伫上帝圣殿，咱就是用咱的心，上帝爱咱的是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。伊要爱咱，用咱真心实意来条件伊，伊也将伊所要祝福咱的迄个福气，要大大充满伫咱的内面。你有要确定来大大来领受无？哈利路亚。今天甲咱讲，咱就大大开手，伊就甲咱大大充满，所以咱就大大来甲享受，大大来甲食。感谢上帝，这是咱伫教会的中间，接受上帝的囝儿，咱有这点好的福气，因为咱的阿爸是大富富的上帝，伊要亲自祝福伫咱的内面，无论是咱的所有的这看会到的，甲看袂到的，伊拢要大大来甲咱祝福。看袂到的是啥物呢？看袂到的是啥物？看会到的咱知影吼，咱的机会吼，咱的商业才会看会到。啊，看袂到的是啥？看袂到的是咱伊这世间，咱有只看会到的，当来好好啊享受一种的心啦。一种的心就是爱有喜乐，爱有平安，也爱有足好的心情来享受遮个啦。啊，所以才会看袂到的物件。就是咱即几礼拜，咱一直咧强调的迄个关系，迄个关系看袂到，不过是确实实实在在存在伫咱的内面。大家敢会记起？牧师伫即个系列第一讲是啥物？第一讲，甲大家复习第一讲是听上帝，嘛爱听人，以听做开始。听上帝，啊嘛爱听人。再来第二讲是啥？顶礼拜拄啊讲尔，累积起背后，努力向前，第三讲，咱要继续来看，是啥物？咱拄则圣经伊伫咧强调的智慧，而且这个智慧是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咱要安怎好好来使用？兄弟姐妹，如果今仔日咱若是有，做专心听这个信息，这个讲道，保证你今日带来三方面的祝福。第一，你会更加透放，你会更加透放，互你家己成长，迄种的限制。第二，你会更加去讲拍开你的心，享受甲人的关系。第三，你有智慧，知影要安怎经营这个关系，互你伫世间的日子过好的享受。我要鼓励你用祈祷的心来继续追求你人生的终极。今仔日咱要安怎来看？要安怎有智慧来甲人斗阵做伙？有时咱我都片面吼，咱逐工啊，都会拄到一挂歹斗阵的人哦，对吧？这歹斗阵的人，你安怎甲伊斗阵做伙？咱我都片面，咱得爱学习要安怎甲这歹斗阵的人。到底社会啊，较袂起冲突。有当时啊，这歹斗阵的人是你的厝边，你出门就拢对着伊，伊个足闲的，拢足甲伊坐伫兜门口。你若大概出门，你拢会对着伊啊。有当时啊，这歹斗阵的人可能是你的公司的这个收银啊，你若大概要去上班，你拢会对着门口，拢会对着伊。有当时这歹斗阵的人是拄好坐伫你的。隔壁你的同事，就逐天不哪点钟，你工作啊，拢爱坐伫伊的边啊，爱忍耐。佮有当时啊，即个歹斗阵的甚物人？是你家己啊！你家己就是迄个歹斗阵的。你伫你的家庭，你着真做你的家庭的中间歹斗阵的人。有当时啊，你就是伫你的社区、你的公司，你家己就是迄个歹斗阵的人。那国书三章十八节，提供咱一个足要紧的关键，提醒咱甲咱讲，咱要安怎甲遮歹斗阵的人做伙。来，咱来读一解吼，那国书三章十八节，而且予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，所栽种仁义的果子。意思就是讲。咱知影你知什么，你就会收什么。
你种什么，你将来你就收成什么。在每一个关系里面，在每天，在每一个日子，你若知道什么样的规矩，你将来你就会收成什么规矩。你若知道生气的种子，将来你就会收生气的果子。你若知道冲突的种子，将来你所收成的就是冲突的果子。总是你若是知道信任，你若是知道和平的种子，将来你也是收成信任甲和平的种子。有一个我真喜欢的一个基督文，叫做圣法兰西斯的基督文。这个基督文吼，而且安尼甲咱讲，我俩一讲，咱大家听。主啊，予我会当做和平之主，伫怨恨的所在。亚乐忍耐，在伤痕的所在，来亚乐宽容；在焦虑的所在，来亚乐信心；在绝望的所在，也亚乐盼望；在幽暗的所在，来亚乐光明；在忧闷、忧愁的所在，来亚乐欢喜。哦，主啊，予我较少为着家己求。较少求受别人的安慰，也较少求受人的了解。不过，我要求我会当去较早侪了解别人，较少求别人的爱，不过求专心对别人付出我的爱。因为伫我施舍的时，我就有所得；伫我赦免的时，我就得到赦免。在我兄弟死亡的时候，我就会当进入永生。哎，这位，你这个基督徒，为什么也当真多也真出名？啊，非常受用，非常足侪人拢起来祈祷的一个基督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真多也当真多一个基督的一个版本？因为这里面所强调的是。予我会当安怎，啊！我将来予我会当安怎，啊！这拢是正面的。予我较少为着家己求什么什么，不过予我会当搁较侪求，我会当对别人安怎安怎。而且所讲的，就是经营关系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美感，就是咱较少求一摆，不过咱较少求，我会当退出去。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所讲的，施比受搁较有福气，予人的比对人体搁较有福气，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咱伫这中间来看，咱要安怎来建立和平的政治伫你的关系中间呢？你要安怎有和睦的人际关系？答案出现伫今仔日的圣经的里面。请圣经甲咱讲，你得要有对顶明白的智慧。而且，请咱来注意哦。而且是要咱讲爱有智慧，不是智性。哦，我等下讲智慧甲智性无同款的所在。哦，智慧甲智性，哦，有真相当大的差别。伫今仔日经文的中间，甲咱提醒，咱爱有对顶面来的智慧，而且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。第十七章。在第十七章，我讲伊安尼讲，智慧是啥物？智慧就是清洁，就是和平、温柔，就是满有怜悯，会当结出好的果子，无偏见，无假好。伊讲到这七件代志，这就是智慧的定义，这就是智慧的定义。哦，而且咱来看，咱做了第一届，来请，智慧就是清洁、和平。温柔、柔顺、我有怜悯，搁较侪结善果，无偏见，无假好，这就是智慧。圣经讲，如果我若有智慧，我就爱包括遮个。你欲有智慧无？咱有智慧，咱就会当伫这个世界，会当好好来使用，来享受上帝所予咱美丽甲灿烂的人生，也当予咱用这七种的。方式来去对待别人，
也当有智慧甲人斗阵做伙。咱是直接来看，第一项智慧就是清洁，清洁。而且甲文所讲的清洁，就是你的心肝的清洁。咱做伙来讲，心肝的清洁。心肝的清洁就是纯正的品格。如果我有智慧，哦，我就袂对你讲白话。哦，我的心是纯正，我的心甲人斗阵做伙，我绝对毋是以利益来做优先。我亲近你，我绝对袂对你有甚物款的企图。哦，所以我袂甲你设计，我嘛袂甲你害。啊，一个人若是安尼的话，伊必然斗阵倒位，大人对伊真放心，人咧对伊真信任，因为甲人斗阵做伙是以利益来做，哦，斗阵做伙优先的条件。所以这个纯正的品格，就是要教出咱基督徒一个重要紧坚守的一项的信仰，所带予咱的品格养成。为什么要靠你第一项？就是大声要甲你提醒，所有的关系拢建立伫这个清洁的顶面，所有的关系拢建立伫这个纯正的品格顶面。咱各位的所在。各项的物件，人甲人之间的斗阵做伙，我相信咱做无多容忍，甲一个无清气性的人做伙，对不对？无论这个人是哦，摕物件的清气性，哦，还是心内迄、那个哦心肝的清气性，还是无论是伊伊个外表的清气性，我相信咱拢无法度我。我都讲会当安尼吼，有足大诶即、這个包容度吼、哦，来包容即个无清气性诶人出现伫你诶身边。为虾米会安尼？因为当安尼，你要求别人诶时阵，你无形中你嘛对你家己相当大诶期待，相当大诶期待。因为我袂敢讲袂出，我无希望别人甲我讲袂出。因为我对人心肝清气善良，我嘛希望别人会当对我心肝清气善良。因为我想要共设计共合拍，我嘛无希望别人对我安尼。所以，如果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大家人拢会当用这种的关系，用这种的心肝，大家做伙斗阵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和平的啦。啊，哥，这个世界敢真正是安尼啊？真侪人摇头啊！安尼，我想你应该去用骗过，你应该去用哦设计过。不过我想，那是外口的世界，外口的社会。我是一个足大的期待，搁一个足大的一个哦愿望，就是教会的内面，咱绝对袂当甲外口社会乞讨。你伫外口社会，你可能有你家己的。生存会当多无生存落去的一寡方式。外口的社会人讲是野兽的丛林，外口的社会可能人讲弱肉强食，弱肉强食。啊，今日人来外口迄套啊，带你到底啥？啊，带你到底迄个教会中间？伫教会内面，你望大家拢会当哦，发心肝，大家做伙来祈祷上帝。不过安尼的话，咱大家特别伫共同的教会内面。家来建立起一个彼此三件分享的一个上帝国伫地面上所实现的目标，阿妹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，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，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是啥物？就是伊头前伊讲的一句上帝国的领导，上帝国的领导，所以上帝国领导。伊到伫地面上，信任、清气，这是做地壳里第一优先的代志。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李奥纳基勒，李奥纳基勒啊，这个博士吼，伊是发明一个机器。这个机器我相信咱做这人捌用过吼，可能你拢捌用，我嘛捌用过，叫做测谎器。我讲你捌听过吧？哦，测谎器用伫什么所在？哦，对啊，你个才够对啊，用伫遐犯罪的人的中间啊，哦，
啊，伊通过伊个临床实验2500人了后，伊发表个论文，伊对人类下一个结论，伊讲吼，人是交讲白惨个动物，哦，人是交讲白惨个动物，即。真正讲起来嘛，是对咱人性来讲，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气场哦。人性啊，啊，你看迄囡仔吼，囡仔是伊个伊也无感觉，伊敢会讲袂出？伊嘛会咧，伊为着家己好哦。伊就看，伊就知影讲，我要安怎通过，把这个代志吼，给伊当一个弯哦。安尼，啊，看会当个达到我想要爱的目标。这倒一个我的念头，咱无人甲教，嘛无老师啊教的，你嘛袂甲教这，不过伊家己就是 A。所以这个测谎器，哦，通常咱用伫迄个犯罪中间来看，啊，这个犯罪人伊敢是有通过这个测谎，哦，来这个判来判的。不过吼，我相信机器总是以后有伊家己的限制啦。哦，嘛无拄拄讲每一届测谎拢是真准的，哦，拢是真准的吼。不过呐，你若是会当勇敢来接受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犯罪人会当来心肝坦然，会当来接受测谎，哦，我相信伫即个基本上，伊就是对伊家己有相当大的即个信心啦吼、哦。我会记得是差不多十几年前，伫迄、那个发生伫咱台湾一个足轰动的一个社会的事，而且案件叫做南回铁路导轨案，大家有印象无？哦，内面有迄个一个主角叫做李泰安，有无？哦，伊安怎？就是伊到尾就是当要甲测谎，哦，警察要甲测谎，伊就是不准，伊就是不爱测谎，哦，为什么伊不爱测谎？你若心肝坦然，靠伊不爱测谎。啊，伊就是讲测谎违反人性，哦，伊用这种的一寡家己的理由，哦，来拒绝来测谎。遐个怎会？上帝知影你心思念头，伫你还袂想讲要编什么理由来暗藏这件代志，编啥理由来讲袂出的时阵，上帝拢知影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绝对袂伫遐想讲，哇，你当欺骗的。过上帝，如果你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会常常伫你的心肝内面，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拢是诚实无假。那安尼话，那惯势，你就袂甲人讲白菜。圣经内面，而且有甲人讲两段的经节，伫箴言31:18来咱做来读。邪恶的人只得虚假的利。正直的人要得到真实的奖赏，哦，邪恶人分袂出，要多无伊得到家己的利益。不过正直的人呢，伊会得到非常实在、非常即、這个脚踏实地所得到的报酬。虽然我都一下就得到暴利，不过呢，伊会当伫伊所做的代志顶面，心内平安。哦，所赚的每一分钱，拢是心安理得。箴言10:9，诚实的人伊会徛起稳当，欺诈的人总是会败落。哦，总是会败落。这就是有一句咱台湾的俗语讲吼，较捌老胖哦。什么代志你想讲天衣无缝吗？什么代志你想讲无人知吗？咱上帝知影，明白骗，伊来掠过，掠做你骗的过上帝。第二，智慧就是和平，有智慧的人伊会欢喜保持啊，甲别人拢永远伫一个和平相处的状态，因为伊是欢喜和平的人。伊袂引起纷争，伊也袂刁工引起纷争。啊，当然，伊若看到有纷争是非的所在，伊嘛会尽量避免掺杂落去，掺杂落去。箴言20:13，来咱做来读。愚妄的人引起争吵，会当避免争吵，就是光明。
戆的人，愚戆的人，才会引起安尼吵吵，吼，安尼足争吵，安尼互相冤家，啊，若是咱撇免吼，这就是有智慧啦。你若真有智慧啊，拢知影，你身躯边仔的人，伫伊的身躯顶有啥物伊足在意的代志，足在意的代志，你着莫甲提醒，吼，袂提醒啦，你着莫甲提起啦，吼。伊若即个人，伊足无爱人讲因家的代志，你着莫讲因家的代志。即个人足无爱人过问吼，伊、哦、的婚姻的代志，啊，你着莫伊遐足白目，逐个人直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你安怎？你当时要结婚吼？啊你，你着莫甲交工去甲吼、哦，去饲着伊身躯顶的迄、那个会引爆炸弹的迄个按钮。你知影无？有当时啊，咱着无。保重地吼，去试着啊，咱马上讲讲啊，歹势，我毋是调岗的，啊，你当着马上会消气啊吼。啊，不过你若看到人别人迄个面色歹啊，人迄面规人，规个面咧面色烂落来啊，你去调岗，你变迄目色歹吼，你去调岗要甲吹温落，安尼就是你家己哦，目色歹啊，搁咱看白讲白目。你知影，啥代志你去伊个生气，你绝对莫去甲惹起伊个生气。圣经讲，即种人就是有智慧个人。啊，我知影有两种会引起人生气个，一种叫做比较，哦，这是咱个社区足侪人恰恰爱用即个代志哦，来互相来去比拼哦。啊，所以比较是比拼啦。哦，你敢有听过一种话，就是讲。哇！我做行善，别人安怎呢？哦，伫咧行善的时阵，你无形中就是你家己身躯边、家己亲近的人，讲你就是一个比较。有当时你卖讲，你卖指责迄个特定的对象，讲啊，你为啥物袂当亲像别人安怎安怎？这无形中，这嘛是比较。人比人啊，哎呀，气死人！你千万唔当。甲人做比较啦，哦，若气死别人哦，啊，个气死你家己啊，所以唔通比较，哦，唔通比较。连迄个林志玲嘛讲，再不要再给我打分数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咱唔通哦，甲别人打分数啊，咱唔通做爱甲别人打分数的，唔通去比较。第二个，佫会互人让家己更大心情，叫做定罪，定罪。哦，定罪，这咱基督徒做到，哦，这咱基督徒做到。我恰恰有听到姊妹伫咧甲人传福音的时阵，足容易犯的一个代志，叫做定罪。我唔是讲啊，咱传福音咱袂当讲着罪的代志，不过咱来甲传福音讲着罪的代志，咱也有智慧。咱来讲，我以前我嘛是有罪人，不过我即摆信耶稣了后，我知影什么是罪，哦。我即摆即个罪吼，我慢慢看到伫你个身躯顶，我较早影。啊，若讲安尼，人就咱接受。哦，人就讲啊，你较早你嘛像我安尼，安尼我嘛无，哦，我嘛无感觉我家己足不堪，足见笑。因为你过去你嘛跟我同款。如果咱若安尼个话吼，人别人就听落。如果咱常常咧讨论伊个时阵，咱会直接指责别人讲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赶紧认罪。啊，无你无法度上天堂，哦，你若无认罪，耶稣我都赦免你。咱常常就用安尼哦，一句话，咱讲迄一道肠啊，烫到底，哦，咱传福音，咱就真正爱有迄、那个吼，哦，咱讲迄个迂回啦，哦，咱就真正爱有咧社会，爱有地位，甲人讲究，爱甲人讲要安怎讲罪的代志。有时咱就定罪，会产生人甲人之间的问题。有时咱卖讲，啊，这拢你也唔对，这拢你也唔对。咱把这个罪恶来送对方，也是讲送对方，哎，这就是背了你的人际关系。哎，姊妹，这个代志我相信有时拢别人唔对。有时你去一个代志吼，伊个同伴啊，啊啦，伊袂晓啦。但是一件代志发生哦，并唔是讲一个人在当地啊来引起哦这个争吵。罪也是同款安尼，有啥物人会犯罪？有时是你
吼，无意中制造予人犯罪的机会啦。哦，制造无意中予人犯罪的机会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咱穿衫就穿了正常就好啊。哦，不过有人爱穿衫哦，欸，因为咱遮伫做咯，常常拢有迄观光客啦吼。啊，但是啊，你伫遐出去就看遐观光客吼，哦，伊穿个，有人穿个衫哦，可能伤热啦吼，爱衫穿足少吼，安尼。啊，你着中间要防犯罪嘛，对无？啊，有啥呢？你家己搁无意中，你着把你的身体啊，放伫迄个公共的场所，啊，可能讲把咱的手机啊，啊，着甲放伫一个所在，啊，着互人安尼惊出惊入，啊，人看到，伊真正想看到伊手机啊，哎，但是人行过，就想讲无体嘛，歹势呢，吼，哎，犯罪啦，而且想安尼哦。啊！但是咱退转来，我物件无去啊，咱要怪罪，迄别人来甲犯罪，是咱家己无善意，制造别人犯罪的机会。但是爱善意，第三个地位就是温柔，温良柔顺。温柔不是单项代志，吼，拢是逆来啊顺受啊，一点仔家己的主见拢无啦。温柔就是你爱的，你的。感情，也是你的情绪的表达，拢爱轻声细细，啊，迄、那个感觉，迄、那个感觉，其实感觉无绝对的唔对啦，我感觉嘛无绝对的对啦，感觉就是感觉，感觉就是人会感觉你这个人就是较无生气的人，感觉就是人会感觉你这个人就是较温柔的人，感觉是你这个人在人的心目中所建立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印象。所以爱予别人对你哦产生迄种个感觉，啊，不过这个感觉，你爱往好个感觉去调整哦。啊，所以智慧就是温柔。咱来看几项哦，别人个感受去至少有几种基本个态度。第一项就是爱调整以自我做中心个态度。咱爱调整。常常真侪人拢是会以家己自我做中心，亲像当你咧甲别人讲话的时阵，咱拢会一个自我做中心，讲啊别人最爱听我讲话。当你一直讲的时阵，你拢一点仔无感觉别人吼，目睭拢咧看别位，吼、哦、是别人目睭咧看时间，也是别人已经听到咧哈去啊。啊，佮一直咧讲，这个是你无去顾虑着别人的感受。哦，啊，若是会当顾虑别人感受的人，你人际关系会好。所以吼、哦，我真个有时吼、哦，咱我即个做者电话吼，拢接礼貌，拢会讲，下来讲，哦，老师，啊，毋知你即摆敢有时间无，敢来甲你讲话？哇，安尼听到这個，咱就当知伊会尊重老师，即摆有时间无时间。因为来敲电话来到话，每一通电话我拢爱接。不过有当时无一定你下来的时阵。我有当时我可能咧甲别人咧祈祷，有当时我可能咧甲别人咧讲话，有时是我无方便讲话的时阵啊，啊你卡来着，我说我甲你讲吼，安那，我无法度来甲你打断你的话，这就是尊重，我相信咱会卖会去尊重别人，啊我会当鼓励咱别人吼，啊鼓励咱吼咱大家会当较常去尊重别人，看重别人的感受。安尼，别人嘛会尊重咱。第二项，爱建立好人际关系，迄个互动的适度的界线。哦，互动的界线哦，你用界线就是出，你都咱讲的应对进退。咱人甲人之间拢有一条线吼，亲像咱台湾甲中国中间有一条线同款啦吼。哎，中国无人机袂当安尼过来咱遮，为了来甲咱设计的吼，那个是月球吼，咱同款哦。咱甲别人的中间嘛有一条线咧，迄条线我袂当安尼哦，看你好欺负，我就常常打过你的范围内面，啊、哦，对你要求啥，哦，对你要提啥，我嘛袂当哦，对别人有超过头、超过甲过分的要求，迄种的应对进退，哦，爱斩斩，啊，对家己嘛是同款，你家己嘛袂当让别人来软土对你来侵犯。你有时你嘛爱适当表达你的意见，别人知影，哦，啊嘛爱去拒绝别人对你无理的
要求啊，这就是一种应用。再来第三呢，爱到遐去尊重别人，嘛爱到遐去关心别人。这就是讲爱去关心在意别人的感受。当你尊重别人的时阵，别人也同款用同款的笑来鼓励你。对别人有尊重，别人也对你有尊重。你对别人有宽宏大量、慷慨，别人也同款对你慷慨。你对别人诞生，别人同款用同款的笑鼓励对你诞生。第四项，智慧就是莫怜悯，莫怜悯。怜悯是啥意思？怜悯就是看别人对你。哦，感觉较可怜，你就去有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。怜悯就是你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在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你的责任。如果你是一个最爱讲哦乞笑，哦最爱讲别人讲别人的生笑，哦讲别人的迄个气场的人，按我保证，你人际关系一定做无好。阿哥，如果我若保证，你若是最爱摕家己吼来讲生笑，吼、哦。啊，常常把家己安尼，迄个，迄个开玩笑的点拢伫家己身份顶，安尼我相信你行到倒位，你的人际关系你一定做好，你一定做好吼。这就是迄个幽默的上界高的人啦吼，伊袂去伫别人的身开玩笑，伫别人的身份顶，他会开自己的玩笑。啊，若是真实，你甲人有好的关系，你就会去知影。什么玩笑是会当开的？什么玩笑是会当开的？所以这里面就是你知影，别人伊伫这件代志顶面，伊足无爱人提起，伊足无爱人去讲，甚至是伊嘛无爱人去甲伊关心。安尼的话，你得爱知影，要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里面。因为正话，咱的基督，咱食的基督徒，咱有一个足基本的，不过这个足基本的里面。也是咱，就是我感觉非常非常有效果的里面。咱当咱看别人伊拄着艰苦性的代志阵，咱唔免调羹羹到伊的面前，甲伊讲：“哎呦，你最近好无？哎呦，我要安怎甲你帮助？”咱唔免安尼，上解实际是安那，你予伊知影，你咧为伊祈祷，你咧为伊祈祷。你当传一个那贴图哦，讲我咧为你祈祷，不过你嘛真正爱咧爱为伊祈祷吼，不是讲干大度咧祈祷安尼尔吼，你嘛真正爱祈祷，你嘛真正爱互伊知影伊无孤单，你嘛互伊明白，伫教会伊四周围的这兄弟姊妹，拢咧关心伊这件代志，总是袂甲伊问，想这会造成心内的负担。总是伊会伫阿爸的面前为伊祈祷，里面就是对别人仁慈，里面就是同理心，里面就是你知影，当你拄着同款的代志的时阵，你不爱别人甲你问，你嘛袂去问别人。所以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会伫阿爸的面前为你祈祷，而且是迫切为你祈祷。持续无断的为你祈祷，祈祷到你这件代志，上帝完全来甲你处理好势，完全甲你调整好起来，调整完全甲你恢复起来为止，才是我祈祷当平的时间。所以上帝所修饰好咱的事，就是彼此三天互相怜悯，也着安尼。咱要对别人还有一个怜悯的心，第五，智慧就是多结善果，多结善果，就是加更加多好的果子。我以前我捌听过，我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哦，这句话是安尼讲：，既然是朋友的，就是我的敌人。哦，这句话是。我讲社会拢一套，社会拢一套，活生生、血淋淋、赤裸裸的人性。社会就是安尼啦，你看即摆政治就是安尼嘛，同一党的又搁安那，同一党的同一派的同一流的又搁安那，
但是同款，你拄到吼，要做伙哦，要出来三姐，也要做伙来多一个位的时阵，哇，人家开始伫遐攻击啊，啊，咱先抬个见骨啊，啊，伊常在讲，唔是朋友就是敌人，这社会一套啦。不过咱伫教会咧，咱家擦掉，咱家擦掉，咱重新把这句话重新做一个解释个。既然唔是你的敌人呢，就是你的朋友啊。既然不是你的敌人呢，就是你的朋友，安尼可能咱会较好过啊，哦，安尼可能咱会较好过啊。你第四篇二十三篇，你甲咱讲啥？在你的对敌的面前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要摆设印象。你敢有法度请你的对敌食饭？敢有法度？爱真正爱家己挑别家己啊！哦，啊，不要请你的对敌食饭哦，是你家己要摆一个鸿门宴哦。哦，我别人来吃饭哦，伊就才死，不是安尼哦。你真正爱你家己来真做一个啊，大声哦，释出善意的哦，释出善意，至少你家己有做这个动作，至少你家己会当对上帝说服你的这个好的代志，你交代的过。哎，即个我做你的代志，我常常在做。哦，我会请我的对敌食饭。啊，当然不是讲我请伊食饭，就是我甲伊当作对敌嘛。但是是朋友哦，朋友食饭啦哦。啊，不过我嘛会请我的对敌食饭。我希望伫这食饭的中间，大家有啥物误会，当做做一个解释。哦，啊，不过若是如果那对方在食饭的中间，佮对你虚情假意，啊，佮对你哦后来佮无爱不认账，还是我安怎？我相信你嘛交代会过啊，因为你有画出信用内面的道德讲，在对敌的面前你有摆设印象。我特别请一个朋友食饭，哦，迄、那个朋友哦后来就是到我伫做者代志中间，甲我攻击，哦，甲我攻击，我嘛请伊食饭啦，哦，啊不然呐，我较慢去吼，爱大声教，啊我就讲，啊你先点吼，你先点吼，我爱给我点一道。感情都足济，不过到尾啊吼，事后我有当伫咧讲话中间，我有即件代志安尼伫遐讲互开，不过后到尾啊，伊嘛不认账，啊不过我紧，我讲我交代伊过啊，因为伫对你个面前，我有摆设面相。既然毋是对敌个，就是你个朋友。一个有智慧个人，伊会结哦，伊会交一个朋友，而且是真心个朋友。而且呢，伊袂甲迄个无相关的人当作是伊的对敌，而且是伊的，认定是伊的对敌的，伊嘛会寻求甲伊和平。来，再来第六，智慧就是无偏见，智慧就是无偏见，无偏见就是一个理性的态度，偏见就是成见，哦，就是还袂看待一件代志，还袂做公正的判断的时阵，你大声就已经想安尼啊。你大声在一边想安尼啊！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对着别人的建议，对着别人的看法，拢是持开放性的，拢是容忍的，拢是包容的，拢是愿意接纳的。实际上，伫大人的身躯顶，你拢会学着物件。哦，你拢学着物件。你若是拢拍开你家己的心去看待别人，每一个人拢是你的老师，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哦。在你的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对你带来很好的教导和学习。箴言十二章十五节，安尼讲：愚妄的人自以为是，明达的人轻叹。哦，这个宽辩，愚妄的人自以为是啊！你敢会常常自以为是，也做家己拢已经啊，我想安尼就是对，哦，啊，别人讲的拢唔对。只有我想的还是对，啊，安尼你可能拢听袂，因为别人对你的建议。当你若面对别人对你的宽面还是批评的时阵啊，你要安怎来回应？我家己个人本身，我有我家己的方法。第一项，如果别人对我的宽面还是批评，啊，这件代志是真的，这件代志真的，我会甲你说一声，而且我会斟酌听清楚，搁在中间。学习要安怎改进，而且我会甲说一声，也嘛请你哦，甲我多多指导，我会当改变。
第二，如果不是真的，如果不是真的，啊，你就不需要把伊的话捡做话啦。那如果若不是真的，至少你了解，你会听别人安怎讲。啊，不过你嘛，你袂把伊的话对你哦造成啥物款无好的影响。有真侪做工的人就是吼，会对你别人讲的遐个无影无只代志哦，啊，起来想你家己。讲别人为啥物安尼讲我，我就无安尼，我就不是安尼。不过安尼家己加艰苦的，啊，不是安尼，你就卖来听嘛，你就甲解冻嘛，哦。再来第三，你家己确实知影，自头到尾，无论是真个也无论是假的，这代志拢在你上帝的手中。你的性命嘛，你在你上帝手中，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审判你的性命，为着你的人生做出最后的审判，为着你的人生做出最后有一句成语讲“盖棺论定”。不是，看这么爱讲吼，这个代志是真个也是假的，有时很好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是真正像你所想安尼哦。哦，有当时啊，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还是这件代志是虚假？嘛，无拄拄是你现实你的判断安尼哦。啊，搁这件代志，咱拢相信，拢在你上帝的审判。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来审判这件代志，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来审判你的生命。那安尼，咱是不是会感觉咱的心肝有较开阔呢？所以你免全部接受大人对你的批评，不过至少你爱听伊，你爱接受伊，你爱去评估伊。因为你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吼，你就会判断伫这个中间的差别，而且你有较大的心胸甲包容来评估这代志。我再来最后一项，智慧就是无假好。但咱做来讲，智慧就是无假好，哦，假好就是假冒，啊后壁迄两字啥，伪善，哦，假冒通常不会为恶啦，哦，足少有人诶吼，诶，中间去假伊是歹人嘛，足少诶吼，大部分拢嘛是假好人较侪啦吼，足侪时阵，人对某一个人讲一件代志，哦，伊家讲诶是安尼。跟对别人讲的，又搁是另外一套。这个社会是一个虚虚假假、是非黑白，哦，有当时你家己嘛分袂清，我都判断的代志。有当时伊为着要伫一个人面前要巴结，还是要讨好一个人，伊可能伫一个人面前，伊讲出无同款的事实。如果伊为着要对别人有所交代，伊伫别人面前搁讲出另外一套的代志，怎么判断这？做不到这样，哥，我个人感觉安尼艰苦，我个人感觉，个人因为安尼，我着对人生，哦，着安尼完全的放弃。袂，我颠倒会感觉主啊，求你赦免伊，因为伊所做，伊毋知影。主啊，求你赦免伊，我记得了无够，我希望伊会当改变，吃出我介意伊的款。哦，假设我介意伊的款式，我嘛希望我为祈祷，为将来伊会当改变，假设上帝你介意伊的款式，所以我会为祈祷，我会为祈祷，而且哦，阿姊妹，你嘛爱为你家己祈祷。我问你，你家己是不是就是这个假好的人？你家己是不是就是这个假好的人？你是不是为着要甲别人建立好的关系？你了解伪装家己，你了解家己戴一个面具来，哦，你就是了解，哦，每一天你把家己伪装，要去符合别人的欢喜，哦，别人喜欢的款式，不过迄不是伊家己。假冒，这个字是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，叫做演员。来，咱再来讲演员。演员意思是啥？要随时要哭，要随时要笑，要随时要什么表情，马上做得出来，这就是演员。就是当这个演员需要扮演伊的角色的时阵，伊就当马上变成做迄个人，伊就当马上哦，股票内面就当哭出来，马上就接得出来。不过迄不是真正伊的家己啊，而且圣经形容啊，
哦，今仔日大声甲人讲的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袂去假好，袂去吃某，变成对另外一个角色，伊袂假，伊是真，伊是主人，伊袂做作，伊袂矫情，伊所做的代志每一件拢是真实的自己，真实的家己。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的态度啊，兄弟姐妹，何苦啊？何苦来到教会，才这辛苦哦？把你伫外口，你要上班的迄个面具，搁摕来教会戴啊？何苦啊？何苦你伫外口的社会，你就要把人，我公不中爱甲别人竞争，你就要把家己假做一个女强人，还是假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？你何苦来到教会，你又搁安尼？来到教会，咱白白个真心交杯，敢袂使？来到教会，你甲大家分享你的生命。伫阮昨门徒班，阮上个迄课内面讲一个重点哦。我分享个重点就是保罗所讲个，保罗先生所讲个。你伫当时软弱，你伫当时你就刚强。你在何时软弱，你在何时你就刚强。通常会当甲家己吼放软，甲家己会当哦破碎家己。伫即个代志顶面，我是软弱个人，软弱个时阵，你就是会当面对你个软弱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啊，赏赐予你有公平个开眼。迄就是一个人际关系顶下。但即阵我相信，咱无人介意甲迄种做到假个人斗阵做伙，而且是做朋友，对不对？安尼你嘛歹。家己就是真做起来，迄个作爱假啦，真心交陪，你就有真心的朋友。最后的结论，通过咱各所提出这个智慧的方法，有偌济你做会到？有七点。咱这七点吼，你可能记袂有咱周末内面七点，你甲想一下。这七点有智慧的方法，有偌济你做会到？咱今日下定一个决心。就对今日你行出教会开始，你就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就要成做一个打开心门，甲兄弟姊妹相信交陪的人，无去再暗藏家己的缺点，无去再家己去戴一个假面具，无去再家己吼坚假假无义哦，即、這个假做坚强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用真心的生命甲别人交陪，我想，如果你若安尼做，你就有开始了一个心理准备啊，啊，一个心理准备啊，你就发现你的朋友愈来愈多啊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的朋友就愈来愈多。其实，大家人拢爱甲这种人做朋友。其实啊，我甲你讲，上帝早就知影你的缺点甲你的软弱，凡世其他的人拢知啦。只是大家心照不宣，无爱讲尔。只是别人看你无爱讲，别人嘛歹势讲。不过如果你若愿意讲，别人就愿意帮助你。这就是咱人际关系变化。所谓智慧，拢是对你捌上帝来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起头，这个咱大家拢知。所以智慧甲智性。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智慧是画出来，智性是在你的头壳内面的物件，啊，智慧是画出来。那么咱大家在这当做伙来努力来要求家己，会当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啊，最后咱甲这方面再来读一届，啊，读书第一千五章来请。恁中间若欠缺智慧的，就应该求迄、那个。哦，大大赐恩甲福气人，也无气节人的上帝，主就要赐予伊。哦，若欠智慧的人，安那，甲上帝求，甲上帝求，哦，上帝就会赐予你。我上帝帮助咱，你若爱，这意思就讲，咱爱常常甲上帝祈祷啦，哦，求上帝帮咱有智慧，伊就要予你有智慧。你求，伊就要予你找，就要找到；拍门就要甲你开门。阿妹，咱再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欢喜，而且献上阮的祈祷，让阮知影万事拢有你甲阮担。阮欢喜献上阮的祈祷，让阮知影
你因带我来到二十六教会，你也为着我来安排这个真心教会好朋友。我若欢喜，献上我的感谢，因为你是不管求得有，你是会当在我的软弱里面甲我补强，会当大大施恩赐福予我的阿爸上帝。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谢谢大家。